站旁。今天呢，是我们商业区开发百货商场的租任案的签约典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ito 90.1公平广播电台的元气 DJ Pipi， 我是菲菲。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跟大家共同来见证我们的签约典礼。那么在这一场的租任案当中呢，是由我们国内两大顶尖的企业富邦人寿以及还有我们的汉神购物中心强强联手，在这一次的租任案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打造国际级全台首创全方位的复合式的商场，也将会呢为高雄的产业来立下一个崭新的里程碑。那么在今天的典礼现场，有许多关心我们的各位长官贵宾共同莅临。那当您呢听到莉莉介绍您的时候，也可以请身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各位贵宾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来挥手致意。马上就要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掌声欢迎市长，市长好。以及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罗达生副市长，掌声欢迎副市长。以及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的廖佩祥局长，局长早安。再来呢，为大家来介绍是这一次我们签约双方的长官贵宾，那请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了我们富邦金控暨富邦人寿的蔡明星董事长，董事长好。再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富邦人寿的陈世月总经理，掌声欢迎董经理。以及呢，还有我们国阳集团的侯西峰创办人，掌声欢迎创办人。还有呢，我们汉神购物中心的侯嘉琪董事长，掌声欢迎董事长。还有我们汉神购物中心的南野雄介总经理，掌声欢迎总经理。谢谢现场所有的各位与会贵宾，跟我们共同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想呢，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在陈其迈市长所带领的市府团队，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努力打拼之下呢，高雄的这个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那么现在呢，也让更多的产业对于投资高雄是更有信心，也成就了今天翁子顶站的这个开发案。那现在呢，马上就请大家用最最热情的掌声，我们要欢迎到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上台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陈其迈市长。蔡明星董事长、侯西峰创办人，还有嘉琪董事长、陈世月总经理，以及南野雄介总经理，还有我们的罗副总、罗达生副市长，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我们汉神百货是我常来的地方，那三天一两我都要来这里。可以说是我们高雄来讲，不管是巨蛋或者是汉神百货，都是营业销售每年都超过百亿以上的百货公司啊，那也分区一二那这个都是过去在侯西峰创办人还有嘉琪董事长卓越的领导还有我们餐饮部的苏婷总经理的哈。那在这里其实。来这里是不是都是正宗的参加这个结婚典礼啊？那今天也是一样，来见证我们富邦跟汉神的这个联姻典礼啊。那我相信，正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强强配，那尤其就是选在我们凹子底的大顺路跟国外路口，有轻轨跟捷运红线的交接。那附近现在包括像天地巨蛋还有整体的这个未来路方的形成，那将会是给高雄一个发展一个战略的一个新的一个坐标啊。那其实我想我跟很多的高雄人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知道会有这个选举嘛那其实，在南部地区都是台湾要有一个高水准。这个水族馆其实是很多人有时候要看水族馆的话，到最近的东京去看东京的水族馆
那我相信这个未来啊，我们这里不仅有水族馆，然后还有冰上超过7000平以上的，包括这个溜冰的运动场所等等啊。那再加上啊我们的汉城百货啊，那我相信这里绝对是一个啊一个高雄，甚至是南台湾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服务的啊一个中心啊。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富邦啊。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要当面还是要跟蔡国兴董事长表示感谢，因为我们去年前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高雄市所有的医护的人员啊的疫苗保险都是由我们的富邦人手来帮忙啊，这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这由我们富邦人手来大力的这个帮忙来承保，我们说了这些医护人相关的保险啊。那蔡明金董事长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想不管是在社会公益啊，那或者是对于这个学校啊的一个关注，然后对弱势团体的关怀啊，这真的是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榜样啊。不仅在产业啊，在各行各业的，不管是公益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在各种在台湾在这个国际市场的高手。全力发展经济投资的时候，那愿意来看高雄投资高雄，那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蔡国兴董事长跟所有富邦人手所有的同仁能够看到高雄投资高雄。那最后我想真的是要跟我创办人还有嘉琪董事长啊要提醒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拉拉破在凤山。这个说的这个拉这些百货啊，其实未来是进入战国时代啊，竞争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的。那再加，但是呢，也不用太紧张啊。我们在以后的观光啊，也包括游轮，也包括整体的高雄的一个发展，我想未来也会跟台南、屏东。大家共同联手啊，能够让更多不只是国内的旅客啊，甚至是国外的旅客，也能够高雄作为进入台湾不管是进来或者是出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啊，来加速发展我们整体的高雄市的不管是观光也好啊，或者是整体的包括说。各式的活动，像六月到四月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这个所谓的演唱会的进行啊，那更多的蓬勃的这种我想观光的人潮会持续的在我们高雄这个地方啊能够持续的发展啊，所以我要最后再一次的恭喜我们富邦跟汉神百货联名。能够强强联手，我相信我们两位董事长的眼光同见，公司高手的跟这两位董事长合作工作，真是再一次的表达恭喜也祝福所有的与会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是的，谢谢，掌声谢谢高雄市的大家长。掌声欢迎。陈市长，各位市府团队的领导啊，那个侯创办人侯董事长，以及李主员李大师，让大家可能忘记介绍他，今天也亲临现场啊，还有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很荣幸呢，来参加我们富邦人寿的这个汉神百货的这个奥斯底百货商场的签约的仪式。好，我想我就暂时把它定名叫高雄富邦中心吧。好，现在还没命名。好，我想回顾在
年前呢，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总是地理非常好，请回这一个那个教堂、公园啊、美术馆啊。可是呢，问题就是量体太大，一万多平，而且15万平，我那时候就很担心说，高雄可能这么大，所以会大量。所以第一次这个投标的时候没有参加，我不敢参加。然后第二次的时候，陈市长特别邀请我到高雄，恳谈了一下，恳谈了一下，催了一下，我们又去看了一次，就觉得说这个算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因为长期来讲，高雄还是会发展起来，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标，但是希望市政府可以让我们分作两期来开发，因为这个量15万平实在太长。但是当然后来因为招商也蛮顺利的，也就这个汉森百货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决定就一次开工了，干脆一次就把它盖完了。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示意图呢，我想将来会应该会比这个还要更漂亮。艺术的大师跟这个山顶艺术联合这个设计的一个大幕，我这边就是这个水族馆，这个是很多人小孩子是很喜欢的，它里面当然有各种设施，shopping 的百货，现在这个看来在研究要设一个饭店。健身房，也为将来这个广大的这个高雄地区民众提供最好的商务休闲购物的服务。我想呢，我们这个也很幸运的我想过去这几年呢，这个陈市长上任以后呢，在这个罗副市长的帮助之下，大力的招商，引进了很多这个包括台积电。国际的这个半导体的厂商，最近又加入这个电工车的产业，所以我想高雄这两大半导体业跟这个 EV 产业的加持，将来的发展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们这个高雄富邦中心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了。我想在未来在陈市长在4年的大力建设之下，我们那时候。在3年差不多完工了，那时候应该符合那时候高雄的需要，高雄那时候很多这个国际厂商跟台湾大厂商的进驻呢，也需要一些 A 办，A 级的办公报，需要这个 shopping 的服务，需要有饭店的服务，我想那时候落成刚刚好是来，服务高雄日益增加的这种比较高端的这个需求，甚至可以辐射到这个。台南跟屏东，我想就是非常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案子啊。这个当初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案子，但是我想这个会越来越好啊。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高雄市政府的团队这个是招商服务都非常积极啊，这个已经跟比大陆的这个招商还要厉害。现在各国厂商都纷纷进驻，我想我们这个，比如说跟汉森百货这个一签约就是超过20年的，表示我们跟这个汉森集团对高雄的长期发展，非常有信心，非常长期的案子，也请这个未来这3年工期，也请市政府再大力的支持，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那我们的汉森百货及其他的商家，都可以顺利开业，宏图大展。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掌声谢谢我们富邦金控暨富邦人寿蔡明兴董事长的致辞，谢谢，谢谢富邦与高雄共同创造共荣共好的多赢局面。继续呢，再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邀请。
到博洋集团侯西峰创办人，掌声欢迎创办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致辞，欢迎你。陈市长以及市府团队，蔡董事长及富邦团队，还有我们侯佳琪汉神团队跟国阳团队，各位贵宾大家好，大家午安。午安。用开心喜悦的心情来参加今天的签约典礼，特别感谢市府团队的支持，也特别感谢富邦集团对汉神百货的支持。回顾我来高雄是民国76年来高雄，78、79年就开始规划新建这栋楼，就是汉神百货分馆。84年开幕到现在已经历经了28年。92年开始规划高雄巨蛋，符合所谓的世界世运会，然后97年就顺利开幕，所以一边营运28年，一边营运所谓的15年。分会报告说，我们深耕高雄，观光建设也来了，所以我们收购了百货、饭店、餐饮，所以我们被归为南军，所以我们观光局不归归也就是叫南军。那这么多年来，我想深耕高雄，跟高雄的各方各面，应该我们算熟悉的。通过我们见证高雄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进展，进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修正，包括这栋楼不断的改装，所以改装以后呢，每一段一点点的电，就在2.0的电，最近台中可能3.0的电就在施工，这是本来是汉神的第四代最新的旗舰店，45000平是什么概念？分馆11000平，巨蛋35000平，两个加起来差不多就是所谓的奥之里本案互邦中心的总商场规模。那我想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扩张所谓的大小，也就是说越大其实越恐怖。我刚蔡董事长提说盖15、16万平要求，老实讲没有很大的魄力，任何大的财力，等到各商各方面的规模是不可能。当然我特别感谢让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个富邦选择汉神百货是最明智的抉择。我想我们在高雄深耕这么多年，一步一脚印的走，所以我们给富邦团队蔡总掌声一下。那接到这么多任务，我们其实前后谈了很久，那谈的过程中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那终于在前段时间非常顺利的完成，带咱们的富邦团队啊，包括我们楼总在内，我们总经理在内，让我们很多人知道。所以我想得到一个今天的签约是工作的开始，而不结束。希望4年后，期待4年后，我们11月卸任之前，我们可以开始做开幕的动作。特别要感谢市政府对各方各面的支持跟指导。好，最后想感谢各位的莅临，汉神的责任就是把工作做好，汉神的责任就把高雄人照顾好，食衣住行除外，通通在汉来国阳集团的百货饭店餐饮这里就做完。所以感谢各位媒体先生、各位小姐，那今天的工作就是今天开始，所以我们就很今天开始 Go Go Go， 谢谢。掌声谢谢我们的创办人，谢谢，有请回座。哇，创办人很真性情哦，刚刚要求都说出来了。是的，其实这个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个非常知名的粉丝专页上，昨天就有分享了这个凹子底开发案的这个讯息哦。你知道吗？在我刚刚看一下手机的时候，截至目前为止，将近有2万个赞。不
止高雄市民，全国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开发案。然后我有看到一个那个很可爱的市民朋友，他的回应说，能不能把那个左营南半部独立出来，叫做富邦汉神区？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期待兴奋接下来我们这个开发案的完成。那么呢，现在呢，紧接着再让我为大家来邀请到呢，是我们汉神购物中心的侯嘉琪董事长，为我们来说几句话，掌声欢迎董事长。陈市长，市府团队、蔡董事长、侯创办人，以及所有在场的贵宾、长官、伙伴，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午安。诚如创办人刚刚所言，汉神百货深耕高雄多年。那最早呢是在7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父亲侯创办人他36岁的时候，他亲自规划新建的第一家汉神百货。也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一栋汉来新世界大楼。那在30几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接任了董事长之后的第一个大型拓点计划，也依然选在高雄。我今年也36岁，所以好奇妙的缘分。这个合作案呢，要非常谢谢市府，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富邦，我们的房东富邦人寿的团队，在规划的时候就有非常具前瞻性的这个设计规划。跟随着这个 ESG 还有高科技应用的这个趋势，去为高雄打造一座城市中的空中绿洲。那我们相信呢，这个地方未来一定是高雄乃至全台最具指标性的地标。那在能在这么好的地段，然后有这么好的硬体设备，也让我们很期待可以开出一个全新的、全方位创新的汉神百货。那在这里，我想跟各位长官报告一下，汉神团队说，我一定要跟各位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深信呢，富邦人寿选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本案的商场，而是很有眼光的决定。我们两个店在能在高雄的百货市场是占65%，我们有绝对的信心跟绝对的决心，要提供高雄市民国内国际的旅客最全面最极致的生活购物休闲娱乐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由南野总经理为各位介绍这个本案的这个场地，以及汉神对于接下来本案的构想还有一些期许。欢迎南野。是，掌声谢谢汉神购物中心的侯嘉琪董事长。那紧接着邀请到我们南野熊介总经理为大家来介绍汉场，掌声欢迎总经理。陈市长、罗副市长、廖局长、蔡董、陈总、侯董、一切董事长，在场的长官们及媒体好朋友们，大家好。好。今天很荣幸跟大家报告我们跟虎邦的合作啊。那首先呢，在疫情期间，高雄有幸在陈市长领导下成为安心城市，各产业踏步成长，半导体以及 AIoT 等产业多加码投资高雄。2022年，汉神两馆业绩达270亿。保持连续16年正成长。那我们思考如何创造第二曲线呢？深耕高雄近30年的汉神，即将进驻台中外，在下一步成长的战略与布局是怎么做呢？未来的汉神连接各生态系优势，将是成功的关键。以带电汉神本馆顶级商法精品，二代店汉神巨蛋流行时尚警报发射站，三代店台中汉神洲际多元主题消费体验，汉神的四代店会整合各生态系创造优势。那我们心目中全台湾最好的汉展是在哪里呢？奥子里商业开发案
正是高雄最好的位置，基地方正，双轨交汇，超脱高级住宅。我们的三大优势：面积过大，开发总量比150,000坪以上，交通过方便，捷运、轻轨交汇，捷运直接与卖场地下连通，规划过创新，国际一流人才，智慧整合，支付的构想，同步一点最新潮流，引进国内外近800家品牌，共同大投资高雄。我们的十大亮点：购物中心、星级饭店、高级商办、水族馆、溜冰场、保龄球馆、健身房、多功能展演中心、电影院、连接凹子里森林公园。拥有十大亮点优势的汉省，建立国际级观光购物中心，不帮人说，汉省购物中心强强连锁，加码投资高雄，共创商用不动产价值最大化。未来汉省挑战4个店业绩合计500亿以上，预计2027年全台湾重创新地标，南台湾最强全方位复合式商场强势登场，敬请期待，谢谢大家。掌声谢谢我们的南野雄介总经理。哇，总经理是日本人，中文说得好好哦，再次掌声鼓励。是的，谢谢总经理跟我们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了解百货的战略以及还有布局。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环，要邀请到我们双方的签约代表来到舞台上进行签约。掌声欢迎我们富邦人寿陈世月总经理，以及还有汉神购物中心南野雄介总经理，有请两位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准备进行签约，请两位代表入席。我也要邀请现场的各位跟我一起来倒数3、2、1，那待会请台上两位长官听到3、2、1请用签，就可以正式用签咯。现场的各位，我们一起倒数3、2、1，请正式用签。请现场的各位长官贵宾也给予我们热情的掌声，太太太期待了。好，请双方交换合约书，请再次用签。我们先请了花包摄影师举个手好不好，让我们两位贵宾知道要先看你那一台照相机。对，合约书可能帮我有点缓缓的才会挡到您的脸。好，然后请帮我将眼神投向后方媒体区的朋友。好，最后再让我们官方摄影师来捕捉一张好吗？好的，谢谢两位长官。那我们请两位长官请起身，帮我手持着合约书。站立的时候，再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再来捕捉。那今天因为很多媒体朋友大家都非常关注哦，所以我们合影的桥段会比较多一些些。好，帮我手持着我们的合约书，一起握手，一只握手，一只可以把合约放在您的胸前，代表我们双方合作的情谊长长久久。一样，官方摄影师的照相机先帮我照顾一下。好，后方的媒体区，今天有非常多的各位媒体，大家也都在关注我们的典礼。好，我们官方摄影师这边来，再来捕捉一张。好，谢谢两位，有请留步，继续让我邀请到我们的见证人来到舞台上，邀请高雄市陈其迈市长，有请市长。再来呢，要来邀请到是我们富邦金控暨富邦人寿的蔡明星董事长，掌声欢迎我们的董事长。再来还有我们国阳集团的侯西峰创办人，有请。以及还有汉神购物中心的
侯嘉琴董事长，掌声有请我们的董事长。好，因为这个现场媒体大家都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捕捉画面的这一个最好的位置。是的，在今天大家的共同见证之下，双方将共创未来。好，我们是否可以右手帮我一起来比个赞，让我们前方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捕捉这个画面正前方。请礼宾人员帮我收合约。是，我们再来右手继续一个赞，好不好？让我们呢正前方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会有比较多丰富的画面，让大家可以来做使用。右手边，左手边。好的，现在呢也请台上的贵宾呢大家留步，然后我要先请市长帮我往正中间的位置这边来做移动。强强连锁加码投资高雄，共创商用不动产价值最大化。未来汉森挑战四个店业绩合计500亿以上，预计2027年全台湾首创新地标，南台湾最强全方位复合式商场强势登场，敬请期待。谢谢大家，掌声谢谢我们的南野雄介总经理。哇，总经理是日本人，中文说得好好哦，再次大声鼓励。是的，谢谢总经理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了解百货的战略以及还有布局。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环，要邀请到我们双方的签约代表来到舞台上进行签约。掌声欢迎我们富邦人寿陈世月总经理，以及还有汉神购物中心南野雄介总经理，有请两位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准备进行签约，请两位代表入席。我也要邀请现场的各位跟我一起来倒数321，那待会请台上两位长官听到321请用签，就可以正式用签咯。现场的各位我们一起倒数321，请正式用签，请现场的各位长官贵宾也给予我们热情的掌声，太期待了。好，请双方交换合约书，请再次用签。我们先请花方摄影师举个手，好不好？让我们两位贵宾。
事长，掌声有请我们的董事长。好，因为这个现场媒体大家都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捕捉画面的这一个最好的位置。是的，在今天大家的共同见证之下，双方将共创未来。好，我们是否可以右手帮我一起来比个赞，让我们前方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捕捉这个画面正前方。好，现在呢，我们再来一张合影呢，请礼宾人员帮我收合约。是，我们再来右手继续一个赞，好不好？让我们呢正前方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会有比较多丰富的画面，让大家可以来做使用。右手边，左手边。好的，现在呢也请台上的贵宾呢大家留步，然后我要先请市长帮我往正中间的位置这边来做移动，这边。好，那我也让我来邀请我们台下的与会贵宾，邀请我们的罗达生副市长，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还有我们经济发展局的赖佩祥局长，有请局长，还有我们富邦人寿的罗光玉副总经理，以及再为大家来邀请到是我们马成宇专案副总，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共同进行合影。好，在今天呢大家都非常的共同期待，那我们呢先帮我看好，请大家不要往正中间微微靠拢一些，正前方的照相机帮我一起双手比赞，好不好？让我们前方的所有媒体朋友们是两只手一起来比个赞，一定共同来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变化。好，有没有媒体朋友没拍到照请举个手，都有拍到吗？好，谢谢。那现在我要请市长、蔡董、侯创办人留步，台上的贵宾可以先请回座来进行最后一张合影。好，也请媒体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就摄影的位置，那我们今天非常难得三方的长官共同齐聚，我们一起右手比个 fighting 的动作，好不好？市长没想到我换 pose 了吧？对，大家一起 fighting。是的，我们一起来共创共荣共好，在高雄不只是一个安全又幸福的城市，